大公园挑战，这个画面没看过耶，精致，终于有拍到特殊画面了，帅帅帅，打架一定过。哎，太扯了，直接开，而且还开吸，好爽哦，连打架都不用打。好，自动模式开启。七七七。哎，我刚才都没打架，直接开这个特殊画面开盘。你说通常在外面这样吗？对。包扯，我以为他那个是包说打架一定会过，连打架都不用。继续赢回来，来个机会牌啊！看人家在这边中一个强音，加一百转。哦，有啊，这个我有看过，加两三百转，感觉没 feel。不要用自动。三。还可以接受，还可以接受。一一无转。赶快开个牌，听歌一下。这超难开牌的。你那牌也很难开。你那一台我打两三次，好像几乎都天井才开，所以这台我不是很喜欢，而且都很笨啊，都漏一两百枚就出来了。妈的！抹茶不是有设定六步？好像也没有。来个逆压蓝七抓一下。掉东西出来，你摔二，那你吃饱了。这个，那个，啊，还有，开一只啊，大刀啊，两只肉肉。没有，2400种。恐怖，大概2万左右，台币吗？对，台币2万块钱。赶快想要拍一下提亚罗的唱歌 ，Bonus 演出。来个鸡肉。中间也可以，平平的而已啊。哎，就是没有输很多，还可以，就平平而已。对，餐点好的，锅烧意面。啊，大声啊，要饿了。等凉一点再吃。现在很烫。
冒烟。大公园剩67.66，天井1000，纯身3，有外赠，万枚外赠10000分，这一台投资400枚，有赢回来的值，剩的值。就这个、啊，这几个女生啊，哦，她是韩国真美团，不是啊，之前蛮红的，最近还好，也红蛮久了。日本会跟韩国合作算蛮特别，好像第一次啊，对他们也有去日本发展，啊是啊，所以可能才会这样合作。他们那时候在日本也算还不错，歌我觉得都蛮好听的。纯真三就是好玩，该闭漏很快，对啊。三个人开眼，哦，接打架吧，等一下，就跟星矢一样啊。星矢不是有三个灯，这已经三个灯了。星矢不是有三个灯。开一下，哎、欸，开了，我才要说开一下你就开了，不错不错，你也是打1000而已，对啊，乱许乱许，人中之龙，这都加很烂呢、欸，哦，干加那么好，第一个就加那么好，正常演出10枚。30枚，干，哎、欸，状况不错哦。20/20，靠呀，只有第一个比较好，第一个有吓到，青色的，150枚。这台有自动压。不知道。还是要测试看看，结果等一下没压到。哎、欸，好像有，还是没有？没有。他有的不知道会不会写，好像也没写。100多转完走，115转完走没打架。对，这打到自己按。
个超难把门开起啊，开了好像也加20转啊30转，都加不好，很烂。好，准备来吃面，结束。影片先到这边，再打个一回目看看，没有就要弃台了。400枚赢回来一些。